们被怪诞博士封印了，快帮我们合体打败他吧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先来变形第一个，这是迷你特工队的赛米。江江变形完成了。我们都经受着守护地球的承诺，我们全心全意让世界充满。接下来是特工蓝战士福特。变形完成，福特变成了一辆跑车。哦，勇气，超级恐龙，超级无敌迷你特工队，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接下来是我的偶像特工粉红战士洛奇。哇，小朋友们快看呀，洛奇变成了一辆粉红色的赛车。我们全心全意让世界充满快乐，出动吧朋友们。最后出场的是黄战士麦克斯。变形完成，麦克斯变成了一辆坦克。超级恐龙，超级无敌迷你特工队，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。迷你特工队，哇塞，合体成功了。哇，超级无敌迷你特工队，一起翻山越岭，相信恐龙无敌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迷你特工队可以打败怪诞博士吗？快在下方留下一一一，为他们传送能量吧。拜拜。